树的叶子卷了，为什么？一、环境变化。幸福树养殖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幸福树的叶子发卷下垂，甚至发黄。如果忽然之间将其生长环境变换到普通的家庭之中，就会导致环境湿度、温度、光线等变化，进而致使叶子发卷。二、浇水不当。幸福树喜欢生长的环境是温暖而湿润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浇水不当，就会导致其叶子发卷。我们给幸福树浇水需要见干见湿，不干不浇，浇必浇透，还要防止盆土积水导致其烂根。